也没有人给你打电话。不严重的问题，我就觉得他就不应该有，不应该存在的，王全章没有犯罪。今天是他们这样，因为他的不妥协，他的坚持不认罪，所以他们强行的判他。我觉得有罪的不是他呀，是公检法，是这些来审理他的这些法官，他的主审法官宁坤、周红。嗯。啊，有点酸，只不过这个是葡萄和。我们的照片，结果就忘了他也没拿回来。